夏天最火的轻功剧《飞鱼镇》的延禧攻略莫属，服化道精致，帝后 CP 不停撒糖超甜蜜，但里有些细节还是经不起琢磨，甜食吃多了生出黄孩子，琵琶心印有毒，这些都是真的吗？万众期待的五阿哥永熙终于出生了，但是一生下来就浑身赤黄，瞳孔泛金，被认为不祥。宫里的太医一诊断，说是于贵人孕期甜食吃太多，尤其是糖饼吃多了，才会导致五阿哥金身金瞳，甜食吃多了这么严重。其实不然，首先五阿哥生下来就是黄孩子，是因为身上都是黄疸，刚出生的孩子多少都会有点黄疸。五阿哥这么严重是因为于贵人怀他的时候情绪起伏太大，有没有得到周全合理的饮食照料和他吃糖饼压根没有什么关系。当然甜食吃多了容易高血糖，但说他能导致孩子黄疸这么严重就不靠谱了。延禧攻略中还有一个细节，于贵人还没生下五阿哥时就被嫔妃用琵琶膏暗害，幸亏魏璎珞告诉了他琵琶心液是有毒的，生活中经常会有人用枇杷叶煮水喝，用来治咳嗽，只是要注意把叶子表面的绒毛去掉，因为这些绒毛可能会加剧咳嗽的症状。枇杷叶也可以入药，不过要经过一些特殊的处理，但是不管怎么食用，新鲜枇杷叶都是没有毒的，更不会像延禧攻略中描述的那么严重。